然后要搭一个船，在旁边大概开车过来在5分。这是菲律宾最厉害的啤酒，叫 Red Horse。哇靠！噔噔噔噔，超解充气。现在5点。那我们要去搭螃蟹船去那个海之路，然后它停在这个邦劳的麦当劳的对面。对，然后看这个车。然后今天我们其实是走在路上，然后司机直接叫我们。对啊，他直接大叫我们，然后我们以为是那种司机要载你。好，我们搭了大概20分钟的车，然后就到这个叫 Momo Beach， 然后它这边就是可以直接从薄荷岛到欧斯陆的直接船，因为如果你不搭这个的话，它就是要绕到他们比较合法的港口，那还要再拉车，就会多很远。那我们这个是在 KK Day 上的，然后在网上有说它其实是违法的，但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等至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还是订了这个，然后一个好像是500块一手，然后你就搭过来，然后在旁边这边。那边可以签名，然后行李一个人的一件行李是100块。Momo Beach 在后面这边有蛮多发呆艇的，然后就是走下来，然后他们会有这个小船接驳你到后面的大船。进大船了，放心。感觉还 OK 啊，大型的螃蟹船。接到奥斯陆，我觉得可以做这个，我自己觉得，不要再去浪费那么多时间了。真的省3个小时，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蛮值得的，不要再去打。他可能不是违法，他是走在黑白。对，而且他的那个写名字登记就是的时候，他会有警察在旁边。对，然后他正常的警察的那个字出现。当然要。阿基比，你有睡觉吗？有。舒服吗？不舒服，这个船坐了大概应该有快两个小时。OK， 所以我们要回去了，你很快看到就要进去了。现在我看到那个应该是欧斯陆那一边，就是 C 普，就是输入的本岛那边。然后它可能会停在一个地方，那船比较大，这大的船就它没办法直接靠岸，然后他们好像就是会请这个小的那个快艇来载我们过去。偷渡？对啊，接过这个小船来载我们。偷渡。然后其实旁边就是岸边了，你看。我们约了一家叫 Sand 的，然后他就是包我们今天的 All Day 的行程，包含鲨鱼，然后前面去看个 Waterfall， 然后还去小岛，然后他就会到码头接你，然后会先去他的办公室放东西，然后就会出发了。然后我们这样子一个人是3000披索，因为我们最后其实他隔天早上从我们的欧斯陆直接载我们去墨宝，就是其实距离还蛮远，然后我们就想说方便。好，我们现在到了那个欧斯陆的那个鲨鱼村，就这边最出名就是看金鲨，然后我们在一大早，然后我们就是直接来第一站。对，然后反正我们的导游就接待我们，可能他们好像就固定会在这个区域买票等等。那我们紧张吗？有一点，因为我先来，我怕。来，等一下，等待时间多长？等待1个半小时，过了大概30号，快30号，我们还有10号。对。然后 working 听说大概要等4个小时，超扯。大概你要先预定，而且预定已经装等这么久了，更不用说。对，他有个推销说法，就现场叫你去吃 scoop 大鱼。对，看你要不要换 scoop 啊。2500披索，其实蛮贵的。个人，我觉得一定是有抽成的。对，那个不是钱的问题，是emoji的问题。对啊。對，你为什么要绑两个碟呢？因为我怕金鲨看到我有点吓到。怎样的吓到？哎，惊讶吗？惊讶。哪一个部分？啊。OK OK， 好，我们准备出发。准备吃啊！对啊，我们要你出去了。到这边就可以把会游泳就可以把那个拿掉，然后在这边发那个第七个补给管。走，我们现在准备下船哦，鲨鱼哥，来了。最后可以在旁边再冲水，阿基兵，刚刚真的很生气。对，为什么？因为2个外国小朋友踢我。好，阿基兵，我们现在下一个行程去哪里？旁边有 island， 然后要搭一个船，在旁边大概开车过来在5分钟，然后就要搭过去了。然后我们现在是，然后今天是那个 Jenny 带我们去。好，从这边就准备要上船啦。好，我们大概15分钟就到了。对，我们就到那个那边是叫 Sandy Bar 吧，然后就是有一个沙滩，然后现在是 island， 对，沙滩的 island。然后这边就是
退潮吧。涨潮，现在是涨潮。现在是涨潮，退潮就可以直接是沙坡。直接走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喝酒，然后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就可以浮潜。像老弟就要去浮潜。应该要水超级清澈。对啊。好，那我们现在要在这个 Sunny Island 附近，稍微浮潜，因为其实蛮水蛮干净的。好，那我们现在 Samuel Island， 然后现在有点应该是涨潮，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去上面这个上面的这叫什么？不知道，就是一个某一个岛，它应该就叫 Samuel Island 吧？对，然后我们要走上去看一下，我们就准备要回程了。上来之后，其实这个景还蛮漂亮，因为下船就在那边，然后它短短的这样子涉水怪，其实还蛮漂亮，但是上面好像是一个 resort， 一个度假村。想说很像是有。是屁啦，然后像日月潭，不能爬过哎。现在笑容，要那个，这个你看这个海水，这个 view 超赞。我们离开，大概也有放了大概一个小时，玩水加拍照，然后我们搭原班的船离开。Go！好，我们回来十五分钟，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的，但缺点就不能飞空拍，水非常干净，然后可以浮潜。然后可以在那边晒个太阳，然后享受一下聊个天，赞。那我们来往那个下一个景点就是什么 ？Tomorrow for Falls， 反正就一直在旁边这个景点，一直包在我们的行程内。然后这边进来其实可以搭那个 Auto Bike， 就其实还有那个来回接驳。但因为我们的导游 Tour Guide 他做的其实非常紧，也不需要接驳。请问你们俩在干嘛？吃饺皮啊。吃饺皮？不可能，去宜兰吃就好了。刚刚进来，看他的，他那边比较像粉肺一样。我这边比较没。脚多脏，脚多脏。我们这边是入口，好，走 ，Let's go， 这边是很漂亮哎，像森林。哇，这边这个水真的蛮像那个牛奶的感觉，颜色。牛奶海的 feel。靠近后面那个山壁都蛮好看的，像个 Pole Tree。哇，这个大红盘哇，不得了了，不得哦。可以。牛奶海，把你来认真来。你不要被他们逗笑，来吧。哇靠！真的，超解充气。出这个 waterfall 的行程，你觉得 waterfall 的行程如何？我觉得很棒，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水有点凉，但我觉得还是可以下去的水温啊，没有到完全不能下。对，它泡久了就还不错，它颜色就有点像牛奶海的颜色。它也没有很深，对，它是冰水，摔到腰左右。去那边。对啊，然后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们大概这边待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再就应该去吃饭。Late lunch。Let's go。Yeah， let's go。Yeah, sugar. Say hi to the camera. 结束今天大部分的行程，我就回到 George 的餐厅，然后就是吃他们准备的烤肉，然后我就回到这里啦。这是鸡蛋。Hot dog. Hot dog. Yeah. Hot dog. 这个 hot dog 会不会 ？The cinnamon roll, the mystery roll, and ham. Okay. 现在我听什么这种？反正就是 hot dog。还有大伙伴，然后他说这是韩式烤肉。哈道是不是？哇，那个猪肉看起来不错哎，破了。那哈道是不是那个浴血奋战？这个叫小豆豆。对吧？鸡好吃。然后我们就是忙完整天，然后就是来那个 George 的店，那边有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还可以再加，然后再香肠、火腿、小肉包、鸡肉跟猪肉。但是就是还可以啊，他帮我们烤。没有，坐在就是休息一次，还 OK， 然后他会帮你煮好，还送一瓶饮料。对，然后等一下跟大家总结今天的住宿。OK。然后我们今天的住宿就在欧斯路，然后西班牙。欧米卡。对，西班牙六米卡。四个人大概是1300块台币左右，五个人应该是，因为我们是订五个人，而且少一个人，那大概也是这个钱。然后就进来看，好命。然后大概就是有两张那个上下铺。两张上下铺，一个双人床，一个双人床这样子，然后我就简简单单。但是我对啊，然后厕所没有干湿分离，但1300，五个人算了，就这样。这边什么都没有，连走到按摩的地方都不太可能。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酒吧，他说也没有，然后我就叫就是饭店，他说可以帮我约一个小时是500P，用叫的。你看一下那一位，他刚对叫很有经验。这是菲冰最厉害的啤酒。